冰桶之后 ice cream。只是离开的时候比较痛苦一點。大声一点啊！大声一点！那时候你的感想是什么？因为要被泼冰桶啊！看，那已经不冰了啦。对啊，现在都几月了？慢慢的。哇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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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姐要洗水。OK 了。再把它翻，你再翻翻滚一下。哦。哎，生意要比生意。啊哈！哎、欸，淹水了，明天怎么办？没有，好，结束。